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课注》第366页。366页，倒数第六行。经文，会以真舌之力。会者，会师也，就是布施啊，施舍，一恩赐之意啊，这个会有恩惠啊，所以有恩赐的意思。在里面，这是很恭敬的。佛菩萨看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所以用的字跟词都很尊重啊。真舍之力者，按善导大师的意思，指弥陀誓愿为真舍之力。啊，大师寄云，这首偈是很出名的啊，就是如来所以心处时，唯摄弥陀本愿海。这个意思是说，一切诸佛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出现在世间，啊，在十法界，只有一桩事情，就是为众生呢。说明阿弥陀佛的48愿，啊，劝大家了，信愿念佛，求生净土。啊，这个可以说是一切诸佛出现在世间本愿。释迦牟尼佛也不例外，啊，3000年前出现在我们地球上，也是这个意思。这个意思就是来讲无量寿经的，来讲净土法门的，劝大家修学这个法门。为什么这个法门容易修？一生呢？决定可以成就，不但能够超越六道轮回，超越十法界，而且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。啊，一切法门修行正果都很难。为什么要断烦恼？烦恼说起来容易，断起来难了。啊，因为我们烦恼断不了，所以修任何一个法门都很难成就。唯独净土，啊，它最大的好处不需要断烦恼，带着烦恼可以往生。啊，这一点呢，同学们一定要知道，除这个法门之外，没有第二个法门是待业往生的，没有的。那么这个法门虽然不断烦恼，它要求的条件是你能把烦恼扶住就能往生。
福比带容比断呢容易太多了。啊，用什么福呢？就用这一句佛号，让我们念佛，佛号啊，念念相续，烦恼就进不来了。啊，念久了，烦恼就少。说明什么？说明你的功夫得力了，你已经可以把烦恼扶住了。这样啊，就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就能够见阿弥陀佛。啊，在西方极乐世界再去断烦恼。啊，那一边阿弥陀佛加持你，阿弥陀佛帮助你，决定断烦恼真菩提。啊，这是这个法门呢无比殊胜之处，所以这个叫会以真实之力。啊，真实之力是断烦恼成佛道。如果不能成佛，这个利益了不是真实的。啊，真实的利益了是决定要脱离六道轮回，脱离十法界，这才是真实利益。佛就为这桩事情到这个世间来。众生根性不等，千差万别。啊，佛对各种不同的根性，设出不一样的法门。啊，真是佛能够满一切众生的愿望。啊，想成佛的真帮助你成佛道，想做菩萨的，想做罗汉的，佛都可以帮助你达到你的目的。在世间，如果你想升天，天有28层天，佛都可以帮助你。你说我要发财，佛能帮助你，真能帮助你发财。这个发财是正当的方法，让你发财心安理得。为什么？你没有做缺德的事情。啊，你要智慧，你要健康长寿，没有一样达不到的，叫佛事门中有求必应。啊，他有求的方法，有求的道理，啊，不能够违背道理，不能错了方法。啊，但是世间总是不究竟的。啊，在这个世间生老病死决定不能免除啊。啊，死了以后到哪里去？这是大问题。啊，在佛法里面讲，人是永远不会死的。身体有生死，我没有生死。啊，中国人讲灵魂，死的时候，灵魂离开这个身体了。啊，他又去找一个身体了，就又投胎来了，又找个身体了。啊，所以身就生灭了，灵不生灭了。啊，世间人说灵魂，实在讲，这魂不灵。魂要灵，怎么会去做畜生？怎么会去到堕地狱？这不灵。
啊，佛法不叫灵魂，佛法叫神识，就是中国人讲的灵魂。啊，他的名字叫神识。孔老夫子也说得很好。啊，孔老夫子不说灵魂，他说游魂。啊，精气为物，游魂为变。啊，在《易经·系辞传》里面说的，这个说得很好。啊，因为神识，它的变化很大，速度很快。啊，活动的空间，一般讲，我们现在人说的话吧，这个银河系可能比银河系还大。啊，速度比光比电还要高。啊，所以夫子说游魂是很有道理的。啊，它动荡不住。那么未来到什么地方去？佛法说得很清楚，他的业力。这个业力是什么？就是他的嗜好，他的爱好，他喜欢什么？一定是跟自己喜欢的会聚会在一起。啊，没有人操纵，没有人管理。啊，夫子说的，游魂未变。啊，六道里面，喜欢伦理道德的，对这个兴趣很浓，他自自然然就到天道去了。啊，为什么？天人喜欢伦理道德。啊，跟他所爱好的相同，他到那里去了。啊，人道也喜欢伦理道德。啊，但是那个欢喜心比天差一等，天比我们更热烈，啊，我们比不上天。所以佛说，天人修上品是善，人是修中品是善，是这么回事。啊，阿修罗道是下品是善，啊，恶鬼是贪心。啊，贪心很重，这到轨道去了。嗔恚心很重，就到地狱去了。啊，愚痴心重，就畜生道去了。完全是自己，这个心念造作习惯所养成的。明白这个道理，西方极乐世界也如是。极乐世界的条件是信、愿、念佛。如果我们把这个养成习惯，每天做，养成习惯呢，到临命终时，这个念头起来了，那就到极乐世界去了。啊，没有人做主宰，我们死了以后都要拿一刀，是不是？
天神不是的，是不是阎罗王也不是的，啊，也不是佛菩萨，自己做主。啊，所以佛法总结说，一切众生过去、现在、未来所受的，决定要自己负责任。为什么呢？自作自受，与任何人都不相干。啊，你认为别人的给你的是错误的，不是的，啊，通通是自作自受。啊，这个道理说得很清楚啊。啊，怎样的财富，包括个人、家庭、国家，没有例外的，行财布施的人的财富，修法布施的人的聪明智慧，修无为布施的人的健康长寿，通是你自己修来的，有因有果啊！啊，今生我们看到许多人拥有亿万财富，他过去生中啊修财布施得来的啊，命里头有啊，无论他做什么，他都会赚钱。这命里头有啊，命里面没有啊，用什么方法都得不来啊，抢劫得来的。命里有你能享受，命里没有的，你看钱还没到手就被警察抓去了，那是没有命嘛。啊，偷东西抢东西，没有命他也偷不到，他也抢不到，啊，他马上被判刑去坐牢去了。真的，古人讲的话了，一生皆是命，半点不由人。啊，古人都懂得这个道理，所以他想发财，就佛说了修布施啊，中国在过去民间供财神都供范蠡，范蠡是春秋时候的人，啊，就是越王勾践的大夫，这个人很聪明，帮助越王复兴自己的国家。啊，把吴灭了之后，他知道这个大王可以共患难，不能共富贵。啊，在患难的时候啊，他有求于你，言听计从。可是大功告成之后啊，你有才干，他怕你啊，怕你夺他的地位，这就不能容你啊。他对于勾践的个性呢非常了解，所以攻城之后他就走了啊，偷偷地离开了，带着西施，西施是他的妻子啊。你看战争的时候派到吴国去做间谍不容易啊，这是个高级间谍了，一天到晚在吴王身边。
啊，灭了这个之后，他们夫妻团圆，两个人逃出去了，改姓名，叫陶朱公。啊，陶朱公做生意，啊，做小生意、小买卖，3年赚了很多钱。啊，赚这么多钱呢，他就救济贫苦、贫穷人家，通通散财，啊，救济人。自己从小生意再做起，3年又发了。啊，发了之后再散财，这三聚三散，做好事了。啊，所以中国这些商人呢，供他了为财神爷。啊，供他说都要学他。啊，赚了钱的时候多做社会慈善事业。啊，救济贫苦，那你的财就越来越多，才是这么起来的。啊，这个财得来，心安理得了。啊，而且带着财做好事，财越多，做越多的好事，做越大的好事。啊，他不积财。佛经上讲，积财伤道啊！啊，世间有很多苦难的人，没有吃的，没有穿的，现在还是很多。啊，我们知道了，应当帮助他们。啊，但是根本的，确实是教学。释迦牟尼佛一生修法布施，他不要财，啊，每一天讲经教学，讲了49年，啊，法布施的果报是聪明智慧，啊，我们看到释迦牟尼佛是怎样行法布施的呢？热心教导，不收学费也。收学费就是买卖了，啊，那是贩卖知识啊，那个不行的，那就错了，不收学费。啊，他教学不分国家，不分种族，不分宗教信仰。啊，你有宗教信仰，他没有叫你改变宗教。啊，因为佛本身不是宗教，本身是教学，所以任何宗教徒来学习，他都热心教你。啊，自己生活非常简单，这都是做榜样给后人看的。啊，财产3衣1钵，他生在热带，热带只有一季，夏季，没有春夏秋冬，啊，所以他有3件衣就足够了。晚上睡觉的3件衣当做盖的，被子一样盖的。啊，日中一食，每一天吃一餐，到外面徒步。啊，什么都没有。啊，跟他学习的人要过他同样的生活，晚上树下一宿。世尊一生没有见道场，没有见寺庙啊，
啊，走的时候在树林里面，不是在房子里头，做给我们后人看了，真放下了，过最简单的生活，最健康的生活，啊，真正一生无忧无虑，无牵无挂，啊，快乐无比。啊，他修的是真真是大福报啊！死后，你看这个世界上，后来的这些弟子们给他起宫殿，啊，造了像来供养他，这是福报在后世啊！他生前没有这种享受。天下多少人跟他学，影响多大？啊，横的影响整个地球，竖的影响就时间12000年。啊，这他自己说的，他的法运12000年。啊，那么现在，佛陀灭度之后到现在，中国人古书里头记载的3038年，啊，外国人说的是2556年，这外国。啊，这里头相差很大。中国老一辈的这些大德，都是依中国说法。释迦牟尼佛出生在周昭王24年，嘉应。啊，释迦牟尼佛灭度，周穆王53年。中国历史上记载得很清楚，都是用这个说法，啊，还有别的说法，啊，这都不重要，啊，重要是他教了我什么，我学了些什么，这个重要，啊，那么今天佛说这部经，这是49年所说一切经里头最重要的一步。我们有缘遇到了，真是无量的欢喜。所以真解赞曰：“真解是《无量寿经》注解的名称。”啊，《大乘无量寿经》。真解，日本的祖师啊，他们写的唐朝初年，韩国、日本跟越南都有很多留学生在中国学习啊，这些人亲近智者大师，学天台教，亲近善导大师，学净土法门，啊，真解里头赞曰：“此经家独步妙事，他人所未谈也。”这个经家是日本人
对善导大师的尊称，不敢称善导大师的名字，称他为金家。日本人对善导大师的崇敬，超过中国太多太多了。现在到日本寺庙去看，日本净宗的寺庙，决定有善导大师的像。泥塑木雕的，彩画的，你到处能看到。他们对善导大师的尊敬，对智者大师的尊敬，到处都能看到。善导是我们净土宗第二代的祖师，独步妙舍了。这是解释，说明善导大师在当时讲过这个经，他们听过，所以把净土宗传到日本，日本净土非常兴旺，对于无量寿经的学习比中国人热烈，留下来的注解有30多种，中国只有2种。这个古大德有考据，说出这个原因。中国人为什么对于无量寿经疏忽了，是因为无量寿经的版本太多，里面内容参差不齐，要遍读它确实有困难，要专门读一种，它这里的意思不完整，所以中国修净土的人就采取阿弥陀经，小本阿弥陀经。小本阿弥陀经在中国比日本兴盛，日本也有念阿弥陀经的，没有念无量寿经的人多。而且日本人学无量寿经只有一个本子，康僧开的本子。在5种原译本里，他只取这一种，所以日本30多种注解全是康僧开的底本。所以善导大师解得好啊，这些人是善导大师的学生呢。他们著述里头，我们相信很多是善导大师的话。黄念老做这个集注，引用的很多。这是善导大师讲过的，其他人没有讲到的。这对善导大师的赞叹。说顺此祖师，就是我们顺着善导大师的解释，以弥陀本愿为真实力，会以真实之力。真实之力指的是什么呢？善导大师的意思就是指弥陀48愿，这是我们从真解里看到的。这可以84000法门为光山道教，其意名义。
啊，二十一，弥陀本愿为真实之理。啊，这是前面这两句经文。啊，光山道教与真群蒙会以真实之理。啊，光山道教是指84000法门，也就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。道教道是正道，教是实教，就是诸佛的教化，不但释迦佛，一切诸佛教化众生，用正道实教啊。我们这个参考资料里头有，就通通包括了啊，正道三藏法书里头说，为佛所说之经，旨意深奥啊，无作无为，无行无德，自然合道，是为正道。这个意思简单的说，佛与法身菩萨，他们证得自性。啊，佛家常说的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那么他们所说的是自性里头自然流出来的言语，这是真道啊。我们凡夫思想言论不是从自性流出来的，是从阿赖耶流出来的。阿赖是妄心，自性是真心，真心流出来的言语是正道。啊，那么妄心流出来的言语就有很多错误在里头，啊，不能讲正道。啊，有偏有邪。啊，偏离正道了，违背正道了。啊，所以从心性流出来，旨意深奥啊，知识宗旨，重要的教导。啊，意思很深很广，无足无为，无行无德。为什么？自性本空，自性没有物质现象，没有念头的现象，就心理现象，起心动念也没有自然现象啊。佛说一切经是这么说出来的啊。众生有疑问向他请教，
他随着你就答出来了。他没有思考，他没有起心，没有动念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怎么说出来的？我们无法想象。啊，但是现在我们有理由能够相信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日本江本博士做水实验，啊，水是矿物啊，啊，水能认识字，能听音声，能懂得我们的意思，啊，我们称赞他，欢喜他，在实验室里头，他现的洁净呢，非常之美。我们骂他，讨厌他，恨他，他的洁净就非常丑陋。我们不相信谁听了我们的话会去思考，啊，他没有思考，所以他可以说是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直接回应你的，显示的清清楚楚。啊，谁没有眼耳鼻舌身，眼耳鼻舌身的能量，他统统都具足。会看会听啊，他没有鼻子他能闻香味，他没有舌头他能尝无会酸甜苦辣咸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本性啊。他现的样子是水，他的体呢，他的体是自性啊，性是一切法的本体，这是自性本具的能量啊！啊，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：“何其自性本自具足，自性里头本具本来具足的一样都不缺，无量智慧。”无量德能，无量才艺，无量相好，一切都是无量的。啊，人在不起心不动念的时候，就见到了，就见性了。啊，性是自己本有，具足。如来果地上的能量，所以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这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，只要我们六根在六尘境界上，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你就证得了，也就是你就成佛了。啊，起心动念迷了。迷了的时候，这个能量虽然在，透不出来，不起作用。啊，起作用是谁呢？起作用是阿赖耶识。阿赖耶识是妄心、分别执着，它起作用。啊，第六意识的分别，第七识的执着，它们起作用。啊，阿赖耶识妄心，迷失真心的妄心，所以这个我们能体会到啊。啊，佛所说的一切法，根源跟我们不一样。我们从思考里头，从记忆里面流出来。它是从自信流出来的，
所以叫正道。实教呢？实教真实的教诲，真的，如来讲真的，但是真的我们不能接受，不懂，那如来就讲方便教，就全教就是方便教，如来随自己的意思，自己亲证的，这是真实的教法。反过来呢，随他，随众生，随众生的意思，方便说呢，这叫全教。49年讲全教的多，讲实教的少。天台判世尊，49年所说的教，有四种，藏通别圆。藏通别都是全教，就是恒顺众生，只有圆教是随顺自己的，称之为实教。那么今天佛给我们讲西方极乐世界是真实的，这是众生不知道的事情。西方是指一个方向，要我们专注。因为众生的心是散乱的，如何把散乱的心啊收起来？所以用的方法，直方立相。告诉你一个方位，没有关系。说得很简单，太阳下山的那个地方，西方，你就常常想到这个地方，这个方向就对了。东南西北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这是告诉你，你把念头向一个方向，不要到处跑。用意在这个地方，西方有极乐世界，其实极乐世界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，它跟我们不同一个空间维持。距离我们并不远，像我们现在看电视，我们是一个频道，极乐世界是另外一个频道，还在电视荧幕上，没离开。我们看我们的频道，那个频道看不到，看那个的频道，他有本事看我们的频道。也就是说，他们的电视比我们还高明。那就是他们的科技比我们进步，我们不如他。给我们讲极乐世界念佛往生呢，这是真法，这不是假的。那么真切引六要曰，六要也是无量寿经注解，真舍利者，执此名号，即是佛智。这越说越接近，越说越清楚，越说越明白。真舍的利益是什么？就是这一句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是真实的利益，阿弥陀佛就是佛智，是阿弥陀佛的智慧，是释迦牟尼佛的智慧，
是十方三世所有一切佛的智慧，真实智慧。真解又云：今真实者，佛之名号啊！阿弥陀佛这四个字，梵语音译的啊，可以翻。为什么不翻呢？尊重不翻。啊，因为它是自信的直接流出来的，最真实的。啊，如果要翻呢，阿翻作无，弥陀翻作量，佛翻作觉，意思是无量觉，也能够翻无量智。啊，无量的智慧，无量的觉悟。哪一尊佛不是无量智、无量觉？就通通都是啊。那么这个名号就是所有一切诸佛的共同的名号。念一声阿弥陀佛了，所有一切佛全念到了，一个都不漏。啊，包括未来的佛都念到了。它是总名号。但是西方极乐世界确实有这个人，他这个人的名号就用总名号做自己的名号，这个意思深广无尽呐。啊，所以真解又说，今真实者，佛之名号，善导所谓法藏音中所成的真实，故言本愿真实。开之，则真实无愿；获之呢，就一句名号。故知此真实啊。通、教、行、信、证，啊，这对于名号的意义、名号的功德，我们一定要搞清楚、搞明白。我们念这句名号就没有白念了，真清楚、真明白了，这一声佛号。一声心呢，一声佛号跟佛就有相应呢。一念相应，一念佛；念念相应，念念佛。啊，佛号不但在我们这个世界，在这个地球上。变法界、虚空界都是第一利益，无比殊胜。啊，我也曾经说过，念这一句佛号，能破一切魔障。这一句佛号，能化解一切灾难。我们遇到困难了，你就念这句佛号，死心塌地，什么都不要怀疑，你什么都能解决。啊，真正不可思议啊！啊，全世界的人都懂得这个意思，都能念阿弥陀佛，这地球上什么灾难都没有了。啊，地球就变成极乐世界。这个理很深呐、啊，方法很容易呀、啊。啊，可是念，
要有信心，要有沉浸心，要有恭敬心，感应就不可思议。如果有口无心，是口念弥陀心散乱，那叫寒破喉咙也枉然，不相应。他是真心，要用真心去念他，妄心念他不起感应。真心念他感应不可思议。应知之利，名号之大利呀。其大利之所究竟，在无上涅槃妙苦。无上涅槃妙苦，谁证得的？妙觉如来所证得的，这个里头讲到了真舍无蕴，我们这个参考资料里头有六法无蕴，这都是日本人的著作，六法无蕴这一条是日本的真宗净宗的祖师，于教行信证正佛真途之六法，配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当中的无愿而获之。第一个，教是能权之法，故不别配一愿。教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法，以后弟子们集结成为经典，流传到中国，翻译为华文。我们今天称之为大藏经。这是佛的教法。行为第十七愿之名号，在我们这个本子里是第十八愿，生念必生。第三，信为十八愿的三信。正呢，为第十一愿，彼至灭度之正果。所以日本青鸾法师特别重视四十八愿里头这个五愿，真佛是第五，真土是第六。由第十二愿光明无量愿与第十三愿寿命无量愿而成就。这个光明无量是真土啊，寿命无量啊是真佛。真佛真土啊。所以一共是六法无蕴。此无蕴的名称除
未移之无量寿经，对应于汇集本啊，在我们这个本子里面次序稍微不同。第十八愿，生念必生。第十七愿，诸佛称赞。第十二愿，定成正觉。第十三愿，光明无量。第十五愿，寿命无量。啊，我们这个顺序这样排法。啊，这是真舍五愿，也就是四十八愿里头，这个五愿特别重要。啊，日本的净土宗他们非常重视。啊，现在也没落了。我们到日本，先后去过七次，跟他们接触。啊，今天形式上还在，实质上没有了，几乎念佛的人很少，啊，还不如中国。中国净土教弘扬的人不多了，但是念佛的人还不少，啊，在日本念佛的人很少。啊，底下一条教行信证，这是日本真宗所立的四法。啊，日本净土宗于教行证三法之外，复立信之一法，是真宗之法门，都以信心为一最要。啊，这个是真的。事出世间一切法，都是以信心为第一的。教指无量寿经这个经本子，行呢指南无阿弥陀佛，信为信南无阿弥陀佛的信心，正呢是往生极乐世界得涅槃之正果。啊，这就是教行信证。日本在四法里头最重视信，这是在中国大小乘教里头也都把这个看得最重。啊，华严法华上佛说，信为道源功德母。啊，道菩萨成佛这条道，信心是根源。啊，不信一切法都不能建立。啊，功德是做好事，信心能够出生无量无边功德，所以是功德之母，能生功德。中国传统文化对信心非常重视，无常是无德，做人决定不能缺少。啊，仁义
理智信，最后一个是信。啊，信德是前面四德的基础，没有信德，前面四个都不能够成立。好像盖五层楼，信德是最下面这一层。啊，最上面是人。中国古时候的教育叫什么？就叫这五个字。啊，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。啊，这是中国千万年前教学的核心、中心思想。啊，一直到满清都没有改变过。啊，这是中华这个族群的文化的根本呐！啊，从什么时候教？啊，这叫扎根教育。什么时候开始扎根？母亲怀孕就扎根。这是中国古人知道啊，这个神识来投胎，在母亲怀孕期间当中，他就能感受，啊，他有感受，他有知觉，啊，虽然像水一样，眼耳鼻舌身都没有。但是这个能量他统统有，他全知道。所以母亲的思想要纯真，啊，言语要柔和，动作要都如理。小孩在怀孕期间禀受母亲的正气，啊，这叫胎教。这个小孩生下来会很好教，会很懂事啊，所以这十个月母亲就很辛苦啊。啊，史书里都记载的，文王的母亲怀孕的时候，就是怀文王的时候，啊，目不识我色，啊，看很难看的东西不看，耳不听淫声，口不出恶言，身口意啊。跟佛法讲的要求相应的，啊，都要端正，啊，小孩出生之后，母亲要照顾他三年，小心翼翼，不能让他看见不善的、不好的东西，绝对不能让。啊，不能让他听见不能听的东西，啊，我的声音，不要让他接触到，就是一切负面的、不善的，不能让他听见，不能让他看见，不能让他接触到。啊，养到三岁1000天。他就根扎下去了，
虽然他不认识字，他那个道德的基础根扎下去。中国古谚语有所谓，三岁看八十，三岁扎的根，八十岁都不会变，根深蒂固啊！这在中国历史上我常常看到啊。他遇到再大的灾难，遇到再大的诱惑，他都不会动心。他不会变质。这一种道德气节都是从母亲三岁之前奠定的。所以外国人对中国古人佩服，中国古人懂得教育，有教育的智慧，有教育的理念，有教育的方法，有教育的经验。所以这个国家，这个族群，是世界上四大古文明之一，其他三个没有了，它还在。为什么还在？靠什么在？就靠教育。确确实实，我走遍全世界，没有像中国这样，对这个婴儿、对胎儿实施这样的教育，没听说过，唯独中国有。这是好东西，不能丢掉啊！丢掉社会就乱了。古人有两句话说得好：“子不教，就是胎教。”婴孩的教育。从出生到三岁教育，这个教育没有了，人心坏了，家不齐，社会乱了。现在中国人家没有了，中国从前家是大家庭，抗战胜利之后，中国家没有了，抗战时候还有，抗战之前还有不少。抗战的时候不多了，抗战结束之后没有了，非常可惜。中国这个国家在历史上，一个朝代政权稳定之后，差不多都会有100年到150年的太平盛世，长治久安。这是在全世界其他国家历史上找不到的。唯独中国历史上常常出现。这是什么？全靠教育。我们中国这一次动乱，大伤元气。满清亡国到今天100年了，100年都是动乱。我们看看古时候，看历史就知道。动乱的时间不长。安定的时间长，一个帝王取得政权之后，不出5年，就治理作用，社会就恢复正常，上轨道了。唯独这一次。这次是变成了民国，满清亡国之后，中国变成民国，不是皇帝了。
啊，民国怎么样？每一个省、每一个地方军阀割据，谁都不服谁，啊，不能统一啊。到民国16年，啊，国民政府才算是统一全国。说全国统一啊，没有实权的，中央实际上还是没法子控制啊，势力还是在军阀手上。啊，到26年，抗战爆发，中日战争，啊，一直到最后解放战争，啊，一直到今天，都没有恢复到正常，社会一片凌乱。啊，礼没有了，就规矩没有了。你要穿衣服，每一个朝代都有他的服装、礼服。啊，民国没有礼服，现在官员都穿西装，被外国人同化了。啊，婚丧嫁娶乱了。那古时候不是的，啊，一定要按照礼节去做啊，国家制定的，啊，真上轨道啊，啊，这是我们不幸啊，生在这个乱世，啊，把从前的忘掉了。很少人去研究，也没有人讲解了。啊，抗战时候，虽然大家都逃难，我们也是其中之一，我还很小。啊，讲的人还很多，老人常常讲，现在讲的人都没有了。那些老人都过世了，越来越生疏，这麻烦就越来越大。啊，传统文化要复兴，不是那么容易。你现在没老师，啊，典籍在，文献在，没有失掉，要从文献里的学摸索。要一段时间，啊！但是这些文献是文言文写的，不懂文言文，那比看外国文字要困难。所以文言文就太重要了，啊！这些文献最主要的就是。四库全书，四库会要啊，老祖宗啊，5000年的智慧、理念，那方法、经验，啊，还有实际上的效果，全都在这里头。啊，经是主要的一部分，最重要的，那里都是道啊。啊，历史是经验，啊，子书是哲学。自古以来，专家学者他们的著述，啊，集是文学、文艺，
让我们的生活过得更圆满。啊，更光彩。啊，但是文艺是最后。啊，最重要是德行。第二是学问。啊，第三是经验。怎么样就佛心？这是今天最大的难题。啊，难中之难，是我们对于古人信心丧失了。那，不相信，相信外国人。那，不相信祖宗，不相信父母，不相信自己的国家。这是我们最大的危机。啊，我们不相信，外国人相信。外国人相信我们的祖宗，相信我们的文化，他们开始在学习了。啊，四库。在过去，流通量很少。啊，这是乾隆年间编的，那个时候是手写的文字，总共只有七套。到民国初年，只剩了三套半。战乱时候丧失了，八国联军在圆明园烧掉。烧掉了一套，啊，徽要只有两套，圆明园套被烧掉，剩下了皇宫的这套，啊，乾隆的书房收藏一套，变成固本，这个东西一散乱就没有了，那真是人类的大不幸啊。啊，十多年前，台湾做了一个大功德的事情，把这个书啊重新翻印了，分量不多，全书只印了300套，会要只印了200套。为什么？分量太大，没有人买。啊，前年这两个书店第二次再版通知我，我听了很欢喜，我就向商务印书馆订了100套全书。在世界书局订了200套会要。啊，这两部书我是算他家的大主顾了。谁买这么多啊？算我特价$1,000,000。啊，我把这些书分送给各个地方。啊，著名的大学图书馆收藏。中国这个东西将来就不会再失掉了。啊，那么进一步得要有人去读啊。要能读得懂这个东西，首先要学文言文。学文言文呢，
先要认识中国字。我在国外都劝人呢，学中国，认识中国字。啊，从哪里开始呢？我们小时候开始，就是用卡片、识字，啊，但是那个时候没有拼音，我教人用这个，这是一个音，八，一个音，中国的读法，平上去入，四个音。这四个音，从这里下手啊！啊，一天学四个字，这一章是一个字，啊，就是一个音，不啊，啊，四种读法。啊，那么中国这个音总共有几个呢？只有420个。就完全了啊！一个音四种读法，再乘四，四是1600。学中国东西不难呐、啊！啊，这个基本的，1600个音，音呐、啊，3个月就学会了，一天学4章，四个字，总共。420章啊，一天学4章，100天学会，不难嘛！啊，学会之后，再进一步研究中国文字，啊，中国的文字学、音韵学，啊，学这个东西。不难我在外国看过，看外国人学中文，啊，欧洲最著名的汉学系，剑桥大学有，伦敦大学有，牛津也有，我去参观。跟他们交流，啊，年轻的学生读中国古文，看中国古书，我问他，你们学过英文，用了多长时间？都是告诉我3年，不难呐、啊。那些人完全没有中国的底蕴呐、啊，3年能学成功，我们中国人学顶多2年。啊，2年要专攻，要专心来学，决定可以学得好。啊，中国有一套这个方法，我希望20-30年之后，文言文能成为全世界共同的语文。可以做得到啊！啊，这就是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。我告诉外国人，是中国人群书治要的世纪，是中国人文言文的世纪。啊，不是中国武力。不是中国经济，啊，不是中国政治，也不是中国的军事，是中国传统文化，啊，普及到全世界。现在大家都想学，知道啊，中国有宝啊，宝就在四库全书里头。
你要拿到这把钥匙，我英文是钥匙啊，那个宝就属于你的了。所以今天讲的信，信，现前这个世界最大的危机就是信心危机。这世界还会有和平吗？没有和平，为什么呢？大家不相信。我遇到很多人都问我，说法师，这个世界你看还会有和平吗？啊，口气、态度非常严肃，显示出对和平的信心丧失掉了。那怎么可能有和平？啊，我们如何帮助世人建立信心？这是今天最大的问题。用什么方法？用实验。啊，中国东西好，好在哪里？要把它做出来，搞一个实验点，做出来给你看，你相信了。啊，不做这个实验，没有人相信。说的再好，说完了就完了，一切都完了。人家不会记在心上。啊，所以在2005年，我们在汤池做实验，2006年、2007年、2008年，做了3年。啊，我们只拿一点点东西作为实验，就是弟子规、感应篇是善业啊，国家只许可弟子规啊，感应篇跟十善业，他说那是宗教，不可以。那我们怎么做呢？我们把弟子规、把这个感应篇跟十善业融入弟子规里头。在这个小镇做实验，做成功了，出乎意料的成功。啊，虽然中心停办了，2008年停办了，影响出来了，啊，国内影响很大，国际影响还很大。我没想到的，啊！联合国对于这个桩事情念念不忘，啊，他们还常常跟我保持联系，啊。那么在今年，有一个城市实验做成功了，澳洲图文巴这个小城。这个小城市啊，12万人，80多个族群，100多种不同的语言，10几个宗教，名副其实，多民族、多宗教的这个小城。啊，人口不算多，大家住在一起，他们的宗教领袖们非常合作，啊，自动自愿，我们来教导这个城市的人民
希望这个城市能做到居民啊，像兄弟姐妹一样，一家人。啊，真正做到互相尊重，互相亲爱，互相关怀，互助合作。这就是和平啊，和平有希望啊。所以今年13年我还参加这次活动啊，这个活动会由联合国来主办啊，由他来推动。非常非常难得，这个做出来了，我相信很多人对世界和平啊会有信心了。啊，当然，我们希望最好能有一个国家做到，有示范国家。我想斯里兰卡总统建议，他接受，他愿意做。啊，有一个国家做到了，别的国家都能参观一下，到那去学习。他能做到，我也能做到，世界才会有和平呐。啊，我原本选想做的是泰国，因为泰国是以佛教为国教啊。去年5月份泰国办一个活动，多元文化的活动，邀请我，我跟太皇约定了想见面谈这个问题，没想到我到泰国，太皇生病语言不具足，他住院去了。啊，咱没有想到，马来西亚的首相到香港来访问，我们见了面，我劝他，他答应。啊，马来西亚这个国家不大，人口只有2000，好像2600万人，有600万华侨，哦，六百万华侨，2600万人。啊，华侨这个马来西亚华侨跟其他国家华侨不一样。华侨团结啊，华侨办的小学有1000多所，中学有61所。我跟这些校长们谈过话，啊，希望在马来西亚把中国的汉学复兴起来。啊，所以我想最好那边能有一个汉学院，华校的校长老师他们有教学的经验，他们有读书的习惯，懂得怎么去读书啊，用2年的时间把文言文找回来啊，这个汉学院给他们做研究机构啊，汉学院不招生，里面是研究员，我希望有200个研究员在那里研究汉学，时间10年。啊，每一个人专学一样，10年之后，他就是世界上第一流的汉学家。比如研究易经的，专攻易经，
圣年就研究这一门东西，研究尚书的就一圣年也是一部书，啊，研究左传的，研究礼记的，啊，能够有200个人，这200个专家出来了，全世界有救了。啊，我农历年过了之后，就到马来西亚去讲经。他约了我。啊，我约定是阳历2月15，3月15再回香港来，1个月的时间，那我们就会有很多次的见面。啊，有很多时间来讨论这个问题。好事啊，对国家民族，对全世界都是大好事啊！全靠信心，没有信心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啊！信心一定要做实验，要有人带头，做好榜样啊！这个镇，天下所有乡镇的好榜样，这个城市是天下所有城市的好榜样。那这澳洲做出来了，国家啊，世界上所有一切国家的好榜样。这还得了吗？不得了啊。啊，外国人已经启动了，我们要赶紧追，要不然以后要跟外国人学中文了。啊，是信为道源功德母啊。啊。我们再往下面看，又真解曰：“震慑之力，对全家方便。故以事法往下震，事件法，跟小乘对比。”小乘是真，世间法是假。以小乘往大乘，全大乘是真，小乘是假。全教大乘。他的利益超过了小乘，以全大往十大，十大是华严法华啊，那十大是真，全大是假，以华严法华等十大乘往弥陀十九愿。啊，这个十九愿，康僧开第一本，发菩提心，修诸功德，至心发愿，于生我国。这第十九愿，那十九愿真，华严法华是假的。这个话说来，叫人怀疑，叫人害怕了。为什么？华严法华以往生为经业，华严经、法华经
都是劝人念佛往生净土，是这个经典真正的利益。必有不出十九愿。十九愿比他更真了。以十九愿往二十愿，都用为一本。闻我名号，系念我国，执中得本，至心回向，余生我国。二十愿真，十九愿假。以二十愿望十八愿，生念必生。二十是假，第十八是真。今真实中之真实，圆顿中之圆顿，是阿弥陀佛的本愿的。阿弥陀佛本愿超过所有一切大乘经教。这显示什么？显示这个本子是释迦牟尼佛示现在这个地球上，三千年前示现在给我们最真实的是什么？就这部经。那我们的修学就要用这部经作为自己的本质，这个本尊是我自己修学的根本，就是这部经，就是这一句名号。所以我从前年开始，2010年，2010年的清明节，我把《华严经》停了，不讲了，专讲《无量寿经》，而且选的这个注解，黄念老的记注，我这个讲义用的是大乘无量寿经演义，全名是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清净平等觉经解演义的全名，讲了一年，1200个小时讲圆满了，接着讲第二遍，第二遍就是扩注，扩注讲圆满了，现在是扩注的第二卷，第二遍，包括前面，这是第三，以后我跟大家说了，我不讲其他的经。专讲大经扩注，一年讲一遍，一直讲下去。我注释有几年，我就讲几年。别人问我注释多少年，我说我不知道，问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晓得，他什么时候来接我，我什么时候就走，他不来接我，我就讲经，我没有别的事情。所以同学们，尤其是原地来的，大家告诉大家，现在国内外用我名义欺骗大众的人很多，方法也是我们意想不到的。说要建道场，请我讲经，
全是假的。啊，千万不要受骗。啊，国家请我，我也不回去，我就住在香港，我就住在这个地方。啊，我不要到场，到场管理太麻烦了。啊，我怕麻烦。啊，所以我不要到场，我也不要钱。啊，凡是叫人捐钱给我的，大概都他们荷包里去了。啊，我完全不知道，千万别受骗。啊，受骗你们自己负责任，与我不相干。啊，打着我的名号做什么，统统是假的。啊，不相信你们打电话到香港来问，是真是假，一问不就出来了吗？啊，绝对没有这回事情。啊，希望大家都记住，啊，大家告诉大家，啊，这些事情很多年前就有，啊，早年宗教局长叶小文先生有一次到香港来访问，啊，要我吃早饭，我们在酒店，他就告诉我很多人在国内打着我的名义在做一些非法的事情，他说你都不知道，我说我真不知道。啊，他这个事情没关系，我们政府来管这个事情。啊，那这些年听说叶局长换了，啊，新任的局长王局长跟我也很熟，见过几次面。啊，现在我很少到国内去。讲经重要啊，每天4个小时讲经，我还有4个小时读经念佛啊，这是我每天的功课啊，所以我这里不需要任何供养，大家不必给钱给我，给钱给我，我麻烦，我还想到给他怎么用法啊？那么大家不管在什么地方，要注意听经念佛啊！现在这个网络很好，成本又很低啊，不亚于卫星电视。啊，全世界通通能收看得到。啊，上一个月国内有个同学来告诉我，接收这些机器，小的机器呀，越来越精巧，像手机呀，可以放在口袋里，啊，能够收听电视广播，全世界太方便了。啊，用这个来听经好啊！那我们每天4个小时在那讲经，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可以收听得到，啊，而且还能看到人像，啊，很难得。这科技越发达，我们得好好用它，啊，不用它就可惜了。我们用它来分享经教，啊，用它来一起学习。好，今天呢，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